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涵老师。今天啊，要来跟各位讲啊，我们12月11号、要举办赛车营在西湖。那欢迎有兴趣的车友，记得12月11号一定要来哦，好吗？就只有这一场而已哦。你也知道，老师时间没有很多，好吗？并不是说我快怎么样了，只是老师要挤出时间来办这个赛车营嘛，对不对？那记得哦，就12月11号礼拜天。在西湖哦，就这一场而已哦。下雨天照常走哦，因为下雨天跟你保证比甘地还要有乐趣，好吗？那一天啊会下4场，那前3场就不用说了，就是练习检讨。那第4场我会下场跟各位一起 battle， 那我们会动态起跑，我会从最后一位发车，然后来跟各位 battle 一下，好吗？那如果有兴趣的车友啊，记得影片下方说明处有表单，赶快来填写哦。赛车营名额有限哦，因为老师一个人也没办法知道太多人啊，好吗？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啊，要跟各位车友就是拜托一下，如果各位车友就是有这个经费的话，有这个小额赞助的话啊，欢迎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，或是给我们超级留言，超级感谢这样子。因为如果我们频道有足够的经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赛车的技术啊，把它留在这个影音平台上面，让台湾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，让台湾的赛车技术更进步，好吗？那这一件事情就拜托各位啦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好吗？ OK， 那就这样啦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